风波四起，乌牛战魂灭布。数百年前，孤岛三尊，龙族龙至尊，阴界黑暗明尊，魔蛇文魔蛇至尊，在一场争夺天武霸主的战役之中，不幸被困血洞。三尊要在乌葵峰生死不斗。另一方面，魔蛇文被半截至尊所断，形成另一股势力。今日天数将尽，大地天数便能放出三尊，一场世纪决斗已不可避免。如龙不战，天武战杀机。天武之中，乃总无限杀机。巍巍华城洞天湖，灵台幼稚明珠湖。挚爱挚爱挚爱，红魂遍血将飞散，最后一剑蒙武寒。拼杀拼杀拼杀，孤灯灵剑不留情，孤行剑旋不留名。公道公道公道，我暗希望献刀光，为天地阔五道蒙。逼阵逼阵逼阵，麒麟双子心上悲，一家可别共杀机。别乱别乱别乱，爱恨情仇靠相连，一月平行摆两边。苦劫苦劫苦劫，真佛慈悲照魔魂，相主开路大喊军，玉帝精彩分了，请亲爱观众朋友，期待五秒报的天武系列下一波强势集注，天武战主主主主主主。你安尼讲起哦，要早期的布袋，啊，甲即卖金光鱼，你感觉伊上大差别伫倒？差别就是讲人性，人性。嘿，早期的布袋鱼可能是伊一木偶伫一刻好，可能就是已经互伊知影是歹人甲好人。好好好。嘿嘿嘿，啊，咱即卖渐渐甲刻意人性去。嗯。哦，但是也无一定是。引导的人就是好人啊，有可能是歹人啊。嗯、因为咱即摆咧行较人性、嗯，啊，人性化就是讲有可能咱即摆世界即摆社会发生咧，好、哦、甲人，好、哦、说发生咧，甲人啊同款。其实你说我戏演这么多了，我自己在口白方面我自己还蛮喜欢的、哦、包括很多不同角色的一个诠释。但是你真正你说你要像黄文耀先生，他从那种丹田腔里面吼出来那个声音。其实真的要练习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。